解说拿起手机拍个不停，眼前的虚实互动科技是许多领导人在以前经营事业时还无法想象的。如今安利全球首座智能体验中心已经办到了，这非常的科技，而且也符合现代的人的消费方式，我觉得与时俱进。现在就是更进步，更现代化，更科学化，让我们的时间可以节省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的成长的速度会比以前快的更多。以前用安利的传统在经营，现在是新的，新的思维，新的想法，所以更方便更简单。对比以前和现在，通路的革命已经展开，让许多高阶领导人回想过往的辛苦，都觉得现在数位时代真的很幸福。以前呢，我们就一下子就买产品来才叫做试用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就是先体验，所以我觉得很棒哎。28年来我们的期待今天终于落实了。以前的话，譬如我约朋友要来体验这个彩妆或者保养，我们都要亲自动手去用产品帮他，现在完全不用了，我只要手一碰，他只要一扫描就整个都帮他了，我觉得非常好。5年前我们订货基本上你投了一个单，可能要一个礼拜后你才能够拿到货，然后等货来了你才可能甚至于忘记了你订了什么样的货。到后来我们有体验中心，我们可以现场取货，到现在最最重要的这个智能体验中心，让我们清楚知道你适合使用什么样的产品。安利全球首座智能体验中心不止与时俱进，让现代人可以体验数位化与现代化的先进科技，也让许多和安利一起经历转变的高阶领导人们可以更轻松经营事业，共同迈向数位时代。安利新闻综合报道。